哎呀，祝福各位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这个新的一年呢，又到了，今年是充满年味的一年。既然夸克要出新造型了，那我们就先来玩一下吧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玩个半坦流的夸克，好不好？一半攻击，一半坦装，弄到对方不要不要的。不爱辅助装，我想一下哦，要魔攻嘛，但是不行，我们这一把阵容雅联以外没有坦克了。所以说我这一把必须要来一点坦装，感觉这把对方的阵容啊是非常难打的，不好搞。敌人消失，小心敌方在草丛埋伏，卧龙路防守塔正在偷袭。这边我们先缓缓好了，开个龙战。我们这边打个龙战，我真的不好勾人呢，这把怎么那么难打啊？哦，对方角是你了，然后我没点到大招我没点到大招呀，没停！开下路防御塔，正在被攻击，小心敌方在草丛埋伏。等一下，我没点到大招。哼，怎么办呢？怎么会这样了？OK， 这边解控。然后没了。钢铁防线消失，弩车出击。没有吸到哦，对，射手，雅莲没有来帮忙，是不是啊？ OK， 好，算了，好，那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好，算了。我刚刚那个吸铁抠吹还不错，重点是为什么我们只杀到一个人啊？太诡异了吧！那我觉得我们这把也可能要认真打喽，应该是没有办法出什么法坦什么奇怪的东西，烦死了！小心敌方在草丛埋伏。是也，下次为证。敌人消失。哦，有了，舒服。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看清我的脸。舒服。二技能还在冷却中。哦不！二技能还在冷却中。呀！等一下！方开下路防御塔，正在被攻击。啪！走吧，下路要爆了呢！我就不知道这把到底怎么打呢。我们等一下先出这个军团战旗圣盾还是什么圣旗战盾？先减个20%冷却，加上辅助装就有30%冷却了，应该是还不错啦。对，我们就这样子出吧。原本想要来搞点花样的，但是我发现可能没有办法了。我原本是想要出什么火斗之类的，有没有？火斗啊，然后贤者领域啊等等之类的。为什么？快哦，对哦，输出打起来哦！请求集合。我们家雅莲到底在干嘛？有没有要来帮啦？要死人喽！要死人喽！看这雅莲到底在冲山小啦？你为什么不问问贤妻海螺呢？
完全不跑线的，他就他在等三小啊。啊，痛！嗯哼哼。我们还是来个反甲吧，好不好？稍微的可以克制一下对方的那个失误啊。银咒应该也可以。嗯，夸克好难勾啊！艾宁凯撒一辈子败。亚美德拉，亚美德拉，亚美德拉。Nice assisting。我没死呢。哦，我这个C是不是？啊，我们勾不到人就用C的啊。哇哇哇！清理兵线，推塔吧。注意中路。我觉得优先推塔就好了。马上到。对，我们把其他各线路这样带进去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死死吧哈，在那边。但是对方的法师真的蛮凶的啦啊！魔神凯撒降临，决战开始。先吃为敬。正在路上。不要再来了啦！哎，他们被我打到血剩这样子哦，后面还有一个强化小兵。哎，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哎，是不是？凯撒顾好这一把，应该就还差不多了。过来呀、啊！解控，过来，操！好爽、啊，好爽、啊！我应该是要去帮忙踩在上面吧？对，我踩在上面就好了。OK。格林北，过来！哎呦喂！哎呦哎呦哦！过来过来！过来！打得好爽啊！对方在拽。Jack it up.